每个人都要懂得有一个定律，大家知道牛顿有牛顿的定律，你们知道佛法有什么定律吗？佛法早就有定律，佛法的定律就叫因果定律啊。你们知道我们今天吃的苦就是我们过去造的因啊，想一想是不是这样？很多人宠孩子，把孩子宠坏了，等到孩子长大了反而对自己父母亲不好，不是你种的因吗？想一想有多少人胃不好，晚年肺气肿，肺积水，不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吃了太多的烟吗？抽烟吗？那对不对啊？很多人知道自己的肝不好，不就是年轻的时候你喝了太多酒把肝弄坏了吗？所以这个不就是造因得果吗？所以人要懂得因果定律啊！我们这些孩子到了人间不就是来讨债的吗？想一想我们多少父母亲自己在国内还没讨清楚，还要跑到澳洲跑到新西兰来还债，国内退休了，这女儿又生孩子了，孙子要抱又跑过来，想一想不就是没还清债？懂得道理啊。现在在社会当中啊，很多人不知道啊，但是也有很多老妈妈说，哎呀还不完的债啊，人真的还不清债啊，你知道一辈子都还不清。